动效率自动爆炸，而且才过了3秒。全明星歌舞又再现，林湘哈哈笑惨，蓝队七连败，前姐觉得要死掉。其实我们从头到尾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输到怕了。全明星赛事进入尾声，黄队士气鬼之逆袭，将倍数再度追平红队。相反的呢，本支蓝队三度被剃光头，荧幕外的蓝粉早坏了心，回肠难受。又没中，没中，现在追平了。哎呀，频道会进入二千零四是再见啦。故事躲避球项目，蓝队在凌厉攻势下战到剩下2名女将 ，Lucky 依旧在逆境中将对手接连击落。哇 ，Lucky 攻击到了曾毅翔。哇哇 ，Lucky 这次攻击到歌舞秀泰。Lucky 左上刘星宇。我中间中间那根球是黄队抢到。哎，黄队抢到。我那个球要先退回到后方的攻击线才可以砸出去啊，才行。你看，动效率自动爆炸，而且才过了3秒。来来来来，踩到后面的线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赖没关系。不会，不用对不起。我前面看得到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在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我们都不会怪你。你没踩线，我们反而觉得奇怪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久没躲避球了。One two three, one two three, two。打法及躲避球项目落败，蓝队还是紧咬得分机会，剩下30秒，得分有效力将要把分数追平了。拿下来之后，只要防守住就好，21秒时间。我刚才真的都做得很棒，你们把劣势扳平到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骄傲，真的很骄傲。但是最后这25秒，你们一定要先守下来，因为是他们的球。好，黄队这一波选择哪一边呢？歌舞秀泰拿球，交给徐伟泽吗？没错，徐伟泽，子贤接下来这一球，被子贤接住，马上攻同一个网，韩君伦，这一球也是被黄队守住，他守住。绝杀！绝杀！黄队是27比26拿下了巧固球项目的胜利，黄队是单日3连胜。好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，非常辛苦。先把都抬起来了。对啊，没事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感动不是因为输了。是因为我们真的替你们感到很骄傲。对呀，你们完全呈现就是训练该有的东西。我们只有一场比赛，就变成不一样的蓝队。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，这个7连败这个数字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我一直跟他们说，我们不能输习惯，你会麻痹。可是，一直真的是到今天巧固球这个项目，我突然觉得，我觉得我要死掉了。然后我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，就突然觉得说我这个没有赢，我就大家的那个眼眶的泪水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对了，这个才对，让我看到了我们蓝队的队魂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很快。